大家好啊，我是中原 Matthew， 今天呢介绍的单位是很适合呢想投资高质素和高回报工商物业的投资者的。它就是位于荃湾沙咀道宝业大厦的地厂。首先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啊，单位呢又有成6米高，加上呢入到车的地厂呢是更胜一筹的。可以说是呢车行的必争之地来的。现在的租客呢是一间合资格的政府指定验车中心。据业主所讲呢，这个租客已经租了在这里30年以上了，非常之长情。现时呢业主叫价1500万，新买家呢每月净租金回报呢有成4.8厘呢，确实呢是一个非常之不错的回报来的。请联络中原 Matthew 以了解更多啊。